学到现在呢，我们叫做基础班的结业式。那大家会不会看到一下，看到他们的成绩，就现在跟以前到底有什么不一样？那对他们来讲，其实是一个我们讲的俗话，就是登短了一个很重要的过程。OK， 好。那今天的这个演出，他们其实是有付出的，有练习的。那待会各位可以看到，我相信嘛，各位感动，因为我其实还蛮感动。好，那我在这个要结束之前呢，我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流程。OK， 好。那原则上我们是其实七点半就应该开始的。那不过依照我们中国的习性呢，如果是七点半，有很多七点四十，所以我这边特别特别谢谢棒的妈妈，就是 David 妈妈准时。OK。谢谢你们，好来好。那我们今天的流程呢，首先我会大概用两分钟的时间，稍微总结一下我们到目前为止孩子在听说读写上的神故事心得。OK， 那么接着呢，有学习当然就会有成果，对不对哈？那我们就有一些颁奖仪式，那颁奖仪式呢是我们卡瑞老师来执行。那么接下来就是重头戏，就是他们的 showcase。OK， 到十二期他们会的有哪些东西，怎么样的把它呈现出来？分为两个部分 ，OK。第一个部分中间会有一个休息的时间，那这个休息的时间呢是给孩子们休息的，不是给你休息的。OK， 好。那因为这个当中最重要的是，大家都知道说往上走要走到哪里去，对不对？好，刚才期间的时候你有说，好，小孩说要学到什么时候？对，我就说学到天涯的尽头。好，你哪天找到天涯的尽头，你来告诉我。哎，现在说我不想学了。OK， 好，那没有关系。OK， 那到底这个语言是现在就 OK 了，还是我们再往上走？那往上走走到哪里？这叫精修班的课程说明。那么我会以这个课程的设计人的身份，做这样做仔细跟具体的说明这个部分啊。那么再来就是第二个段落的表演，第二个段落就更精彩，比较多他们个人的呈现跟演出。那如果他们都通过了，我们才会颁发他们证书以及礼物。拿到这张证书以及礼物，才表示你可以注册升入精修班里面。OK， 好，然后才会成为像他们现在待会要做的一些 demo， 大哥哥大姐姐，然后将来有机会呢，可以跟着我们电话教学老师，然后或者说我们有结晶教学上面要担任大哥哥大姐姐的动作，说故事或者是评审等等之类的这个部分。OK， 那当然对他们来讲，这是小小心的，这是一个人生很重要的阶段，要有一点点挑战，对不对？所以今天呢，各位爸爸妈妈跟爷爷奶奶一定要全程参与 ，OK 好。然后呢，该鼓励的时候，该鼓励的时候都给他们鼓励，掌声鼓励 ，OK 好。那么会后呢 ，OK， 那我也在那边很诚恳的这个恭请各位爸爸妈妈跟爷爷奶奶们，给他们一些鼓励的话 ，OK 好，不要害怕，不要说哎我讲话不好意思哈，九点二十要离开这样子 ，OK。因为真的很难的，大家小小心，你真的回头来看十年，如果你想想看，当他十年以后再回头看的时候，他永远记得这个 moment 这个时刻，你跟他讲的什么样的话。OK， 好，我觉得很重要。好来，好，这个部分，但是你不要担心，现在就心了蹦蹦跳跳两小时。OK， 没有关系。OK， 那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们九点半就会把这个话题顺利的结束，然后你跟他们参加运动会。OK， 好，那我们就不多说了，我们就此开始。OK。So first, okay, I'm going to tell them about how they run about a list of semesters, alright? 好，各位爸爸妈妈手上都有这份节目单，对不对？我们先念一遍 ，OK？ 好，那从幼儿升上儿童，我们从第六期开始，然后一直到整个基础能力完成叫十二期 ，OK？ 好，那基本上呢，我们在学生听说读写这四个技能，在时态上面，我们基本上以程度来讲，我们还是以时态，因为就是一个动词的时态。那他们已经涉猎过最大的时态叫现在式含进行，跟过去式含过去进行，跟未来式。OK， 好。那么在句型方面呢 ，Yes No 问句、陈述句、否定语气，或者是说 WH 问句等等，他们都 OK 有问题。All right， 好。那么再来，我们在词性上面，他们有涉猎到的就是这些冠词啊、形容词啊、频率副词等等。不过你不要太担心，就说哇，这些好恐怖。他们会用，但是还不需要知道这么抽象的东西。但是每一个词类他们都有涉猎过，然后再在单字量这个部分哈，基本上孩子们已经可以拼写出两个、三个、四个音节。OK， 这个部分就是达到听音拼字跟看字读音。但是小小的风险在于，因为太会这个技能了，所以孩子们比较懒散，就完全依赖那个拼音技巧，反而把那个。有一些比较精准，比如说母音的这个部分 ，A E I O U， 它都有可能发生，会比较
在这个地方出错。OK， 那这是我们在青春班会要去继续去往上去增进的啊。那么再来，我们在语言教学活动上面 ，OK， 不同于一般坊间的这种资料机构很死板，就是我问你答。我们有理解啦、韵文啦、户外教学啦、说故事啊、节庆啊、歌谣啊等等，或者是调查，这些我们都耳熟能详的。经常麻烦你的时候，就是他们在做这个语言教学的互动的时候，对不对 ？OK， 包括今天的呈现也是一样。那么在评量上面呢，回家功课是一定有的。By the way， 本人自从接任我们班的老师以来，哈，我们在回家功课上面实在是哈打了很多仗 ，OK 哈。好，但是呢，我还是要强调一下，我对回家功课非常非常重视。回家功课其实就是评量的一种 ，OK。所以说，如果有任何时候有问题的话，我们随时联络 ，OK 哈。那电话测验。笔试、口试等等，这些都有结果。OK， 待会我们会颁奖。好，请翻到第二页。那 yes OK。原则上希望各位同学能够顺利完成今天的这个。OK， you will be waiting now. OK， you are. OK， they are waiting you right now. One Chinese minus one point. Stay here. OK 。进修的课程呢 ？OK， 我们就继续往上去走来哈。那这些部分是我们进修课程介绍，我在这里呢先不做说明，因为待会会有比较精辟的说明这个部分。好，那目前为止爸爸妈妈应该没有问题，最好不要着急。OK， 好。那接着我们就来颁奖，就颁奖的做呢 awarding time。OK。Awarding time。OK。来 ，We have some presents for you guys。OK。There are four presents。One is for attendance, which means that this person always comes to class, never misses a class, ever. Okay, 我们手上颁发的是全勤奖 Okay, 就是每一堂课都有来上课，从不迟到，从不早退，从不请假，从不生病，从不去喝喜酒哦，很厉害哦，不去逛夜市哦，很厉害。没有，来看，这世界上只有唯一的一个。Only one student. And hey, it's me. This is for Max. Max. Again. All right. Number one.
区它都是第一名，其实接下来才是精彩可期的。我们就进行我们十二级的职业成果。好，我们先给小朋友一个掌声鼓励鼓励。Okay, so now we're going to have a barbecue, right? Yes! Yes! Yes. We want to have a barbecue, but we have to have a demo, so we can't have a barbecue. But we are going to sing a song, right? Yes! And that song is... Ladies on the Bus. Beautiful Sunday. Okay, so you ready? Yes! Okay, everybody line up. Beautiful Sunday， 那是我的时代的歌曲，经典经典。所以如果各位这样会唱的话，也一起跟他们唱一唱，好不好 ？OK， 主播唱歌。Okay, 我们接下来要演出的节目叫做 Reader Theater 读者剧场。
那读者剧场呢，其实是美国，我们从美国带进来的一个教学的理论，它主要是用让孩子们协助孩子们去利用这个方式去认知理解，然后用声音以及他的身体的动作呈现出那个剧情的内容跟他的对话的含义，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技能。那我们今天的故事的 Robinson Family 是来自我们的教科书 Happy Parade 里面的精彩故事。好，待会我们孩子的教科书呈现演出。So, please. I also forgot that he helps with reading fluency. What? Reading fluency. Okay, yeah, great. Then I had a read, Leo Chang, who doesn't have a lot of sales. Okay, well, now let's do this. Okay, so you ready, guys? Okay, so everybody is the narrator, right? Yeah. Okay, and David, you are dad, right? Yes. Yeah. Okay, and mom, Phoebe? Hi.Okay, and Jack is Lisa and Louis. Hi. Okay. Ernest, Richard, and Yvonne. Hi. And Franz, Jane, and Queenan. Hi. And is that everybody? Fritz, Max, and Joanna. Hi. And Richard, you're Jane. Hi, Jane. Hi, okay?The Robinson Family. Unified FC. It was a dark and stormy night. The Robinson Family was on a ship. Oh no, the ship is sinking. Dad, what shall we do? The family.Animals. Ernest, get the food. Okay, Dad. Come on, Ernest. Dad, hurry. Mom and Dad made a craft. Dad, Mom, did you finish the craft? Yes, we did. Get on, Dad. We don't have much time.Let's go.
接续我们的 be continued. OK, thanks. OK, so now we're going to do our PEI news show, right? Yes. Yeah? So are you ready for that? Yes. Yeah? OK, the first one is Typhoons and Hurricanes with David, Lisa, and Max.记者
报道。Welcome to PI News. I'm Phoebe. I'm Joanna. I'm Louis. Today's topic is jewelry and crafts. This woman is making a basket. She is from the Carajá tribe. The Carajá tribe lives in Brazil, near the Amazon River. The people in this tribe make beautiful baskets from grass and feathers. This one is made of grass. Other tribes make jewelry. These necklaces are from the Kayapo tribe. They are made of seashells. This is a mask from the Ticuna tribe. Some Ticuna masks are made of wood. First, the Ticuna cut the wood, then they paint the masks with many colors. How? Thank you, everybody! No.
OK， 对不对哈？那现在不一样哦，他要能够，他要能够有自主发表他的想法的能力，叫做自主的发言。还好，你看你前面也有这个是非。还有程序一个对话的能力，以及结束一个对话的能力。也就是说，它不是只是被动的，我讲，你听，然后我给你一些知识的回答，你要能够提出来，随时加入跟做总结。这个部分，这叫做阅读，这叫做口语的流畅度。那这个流畅呢，话题还不能仅仅像小时候的什么童话啊，对不对哈 ？Jack and the Beanstalk， 什么 Country Mouse、City Mouse， 它要长大嘛。对不对哈？所以呢，话题也要普及到，比如说他可以谈到他的家庭啦、他的学校啊、他的人际关系啊、他的未来啊、他的嗜好啊等等。那这些是不是要有一些单字量才够他表达这个部分，对不对？好，接着呢，他必须要呢能够用他的语文能力、英文能力达到不同的功能或目的。什么叫做语言的功能或目的啊？其实我们平常都在用，只是他把它学术化了。比如说。我这样讲的时候，你同意对不对？你可以表达同意的方式，你说I agree, I think so， 对不对？我不同意 ，I don't think so。那你的意见是什么 ？Right, OK, I think the OK 哈。那你的评论是什么？你的看法是什么？你能不能跟我辩论？你能不能 OK？ 你知道的时候说一个 Sorry, I apologize, that's my bad, that's my fault。这些东西 OK， 这些叫做语言不同的功能。那么到了金秋班，金根说就在这里要去达到他的这个一个进阶的目的 ，OK 哈。那这个是比较笼统的说法。那比较具体的说法呢，请看我们下一张 slide， 叫做 spontaneous speaking。我们在考试各位耳熟能详的，我们现在基测、学测没有，不过高中已经开始加入英语听力的测验了 ，OK 好。那将来一定是会要做这样的测验的。那不过大家现在知道，比如说全民英检，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好，他考什么？听说读写哦，也是 OK 好。初试考的是初阶考的是听力跟阅读，这是被动的技能。如果你通过了，才可以来讲说你要考写作跟说话的技能。所以说话其实是一个产出的技能比较重要。好，那它就有一个大项叫 spontaneous speaking， 就是有在压力之下，你能不能去表达你的想法？来，keep them quiet while I'm talking. Be quiet. OK， 下个老师跟他们一样，一个老 monkey， 一个小 monkey。这是我这动物馆里面已经快管不动了。OK， where am I？ OK， OK， 有一个项目就是在压力之下，就是我随便给你题目，你不假思索都能表达出来，大家都同意对不对？如果能够表达出来，表示这个语言已经内化了嘛，对不对？好，我们来试验一下。OK。好 ，require，right？require，yeah，yeah，yeah，OK。OK， 那我们再做一下这个小小的这个农产品发表。本来以前哦，我是有让家长就说，好，我给你个题目，就要讲出来。你今天为什么迟到？十五秒开始。我今天在模拟游戏上课，小女游戏练去太极门上课。这个叫做压力之下创建的这个，如果他能够表达出来，他有这个潜能在，他有这个能力在。OK， 我们现在请金秋班的同学来做一下演讲，题目先不要给哦。好，Vivian，Emily，Tina。Thank you.
进修班的学生 ，OK， 国二、国三、高一都有 ，OK 哈。那他们通过已经通过这个叫什么英检的初级 ，OK， 现在中级这个部分 ，OK。今天特别去邀请他们来做一下这个农产品发表，这是长熟成的哈，以下是在待开发的，然后要结果的。好，那这边有四个问题，我现在请露丝把这个 slide 放出来，然后你们看 ，OK 哈，这四个问题这边很典型的，就是15秒的。初级的英检哈，给你个题目，听两遍，立刻回答15秒，要满15秒表达完整的意思。你不能解释说，是我迟到是因为，B 就没了。然后呢，到了终于要30秒，很不容易，我们来试看他们行不行。我们有四个题目，那Lisa 妈妈，请问你，她要回答哪一题 ？Vivian， 一二三四，第一题，好。那 Vivi 妈妈对不对？她要回答哪一题？第二题。还有第二题 ，OK。那么好，爸爸，她要回答哪一题？第三。好，爷爷，她要回答哪一题？只剩一题。好，15秒，来看他们行不行 ？OK。So question number one, you make yourself. OK. Yeah. OK. It's OK. Come on, hurry up.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tomorrow?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tomorrow? Go. Tomorrow, maybe I just stay at home because I finish the big test for school, and I want to just stay at home and to be relaxed and maybe play computer games on weekends. 可以吧？可以哈。边讲，不要说我们在课堂上最喜欢这样的学生，因为表示他真的准备好还是不行 ，OK， 他真的很厉害，而且你听到没有听到 BB 声对，继续掰，很棒哦，我给 BB 再鼓励鼓励。She always helped me a lot. I think she's my best friend. 厉害啊！这个他比较运气好的，因为他真的有这个好朋友叫 Rita， 所以他可以侃侃而谈，对不对 ？OK， 好 ，Rita， right? Is that is she really your best friend? OK， 好 ，Amy， 很棒。Next one, Amy. OK, ready? Do you do housework at home? Do you do housework?At home? Yes, I do housework every day. I get up very early every morning because I need to wash the clothes and I need to wash the clothes and wash the dishes. Okay, very good. Okay, 下一段你已经看到绝情，他做家事哎，每天早上起来早要洗衣服哎，而且要洗碗。拦不住的小女孩哟、哦。Number four， 缇娜，李尚云 ，OK， 大家都是啊。李尚男，大家不要伤心 ，All right。Did you have a good weekend? Did you have a good weekend? No, I don't. I don't usually have a good weekend because I usually go to school on Saturday. I'm in grade 9 now, and I have to study at school.I'm preparing for the test next year. Okay, very nice. 像你讲话就很流畅的哦，听起来就很像 American speaker， 是不是 ？OK。然后他说他也到处国三的新生，他说我没有 ，I didn't have a good weekend， 我礼拜六就要去上学，因为天天都在读书，因为我明天要考试。这样子 ，OK 啊，我们给他们掌声鼓励。好，这个是丁根说。
好，这是听跟说哈。那接下来呢，第二个技能叫做读以及写，对不对？哈，读其实真的蛮重要的，这也是我们现在这些小朋友们坐不住睡觉的原因。他们的 verbal 的能力都很强，很会讲，但是很不会读，没那个耐心去。但是读重不重要？为什么重要？就报纸也说重要，你说重要。你觉得读 reading 为什么很重要？如果有这个能力，看得懂字啊 ，OK 啊。训练口才。训练口才，还有呢？讲得很好。反应的能力。很好。讲得都非常好，其实认字蛮重要的。OK， 其实你可以听跟说 OK 的哦，你也可以活，但是你叫做文盲。没错嘛，对，但是我们文明跟历史都是用文字记载下来的，所以文字是很重要。所以你需不需要有操作文字的能力？应该要。最基本你要能够看得懂字，能够有阅读的能力。更遑论说阅读真的是你的良师益友。我们会不会一辈子陪在孩子身边？不会。那谁可以陪他在身边？他的另一半吗？很难说。OK 吗？OK， 我想大概是有书本吧，对不对？哈，你要的任何的知识，他可以给你，可以，对不对？而且不会回嘴，对不对 ？OK， 好，来 ，OK， 好。那你想要他的时候，你要得到吗？要啊，你捡起来就看了，对不对？不想要的时候放边边就好了，是不是 ？OK， 所以他是你一辈子的良师益友，所以拥有阅读能力非常的重要。那他小的时候没有办法培养这种阅读能力，他并不够。可是现在呢，有了这个基础，一定要往上去走，否则他就没了。OK 哈，什么样的阅读能力呢？第一个叫做阅读的技巧或者是策略，零零总总，不管中文也好，英文也好，我们讲阅读的时候，到这个阶段，他必须要学会十二大策略。OK， 包括Scan, scheme, specific idea, main idea, infer 等等等等，这些东西我们平常在读中文的时候都有。比如说 ，Debbie 妈妈现在在练，她在做什么？她在浏览，她看说、哦、我们待会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OK， 这个叫做 scheme。OK， 好。那你在报纸上，比如说啊，国庆，我想要看一下那个神龙小组的其他那个六位挂到哪里去了？那降下来六位，对不对？OK， 好，其他六位在哪里？我特有这个消息，对不对？我自己找报纸的 scan， 这个叫 scan， 你都会有，只是你不知道，因为你用的是母语。但他们学英文，他们就必须要知道说，哦，原来我可以用这样的技能去做怎样的阅读。OK， 然后阅读的量才会大，并且呢，它的题材也要不一样。各位一定有这个 sense， 对不对？我们看下来的类型，就是说，你不同的类型用字、措辞、语构应该都不一样吧？对不对？比如讲，你骂你老公的时候。跟你秀秀你老公的时候，题材也不一样，题材也不一样，剧情也不一样吧，用字也不一样吧，对吗 ？OK， 好。所以呢，阅读也是一样的，有没有？事实啦，科学啦，杜撰啦，小说啦，散文啦，诗集啦，火车时刻表啊，游乐园的地图啊，全部都是他在进修班都一定要去涉猎的。OK， 好。那再来呢，量要够 ，OK， 量要够。谢谢。OK， 他在幼稚园是或者是小一、小二、小三、小四，他都是一个字一个字一个读很慢，对不对？哈，可是他大了以后是不是速度要快？要快？要 ，OK， 这是程度哦 ，OK， 哈。那你觉得他就是呼就会了吗？是哦 ，OK， 好。那你说，那你为什么现在不弄了？他现在不会。同学。我不是你的。哦，不是你的。好孩子，确实好，所以速度跟量重要了。OK， 他到了这个阶段才可以慢慢去练习，最后是希望他能够达到所谓的阅读流畅度。那以英文来说，就是最起码他可以用我们的拼音的规则去拆解那个单词，能够读出来，然后根据他学会的文法句型去了解那个文意，然后再做出主动的回应，比如说。撰写文章去 echo 它，或者是评论它，或者是拿出来演讲会议的，或者是提出讨论等等之类的，这是我们所谓的阅读流畅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阅读流畅度到底怎么呈现出来呢？各位看一下这个题目，我不是代表考试，是现在考试已经长这个样子了。
考试 ，TOEFL 也是一样 ，TOEIC 也是一样 ，GPT 也是一样 ，OK 哈。这是一个题目，我来先看一下你。好，这一篇文章总共有239个字。哇，你看完以后呢，回答几题？你会怎么考这个试？你会怎么考？是不是就从头开始 ？That's good. 然后各位不会查一下字典，写一下那个里面以前是不是这样？是吗？哈 ，OK， 好，对不对？哈，是哈 ，OK， 好。如果我是你，也是你。不会的吧？谢谢。你很少能够找到同音字。OK， 好。对啊，你就could 不会啊，查一下。try 不会写，你不要写中文。然后查到230就查完，就是还是不知道那边在讲什么。啊，时间已经过去了，这样一篇大概你最少快有五分钟吧，啊。那可是呢，我告诉你，这个考试230 OK。一般我们在讲那个全民英检的考试啊，阅读哈，它总会有40题，几分钟给你做，你知道吗？45分钟。所以你一题不可以超过一分钟，它考你的什么？阅读的流畅度，你有没有阅读的能力 ？OK， 好，那所以这是这样子的一个能力的测验。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孩子们能不能做到 ？OK， 我们再请四位小姐，还是有没有？You know you look at me like you want to. No. Okay, so again, please. Please who?他不二，哈哈哈哈哈！又老少。
是第二个。第二个啊，刚刚好很舒服，刚刚好是好当面对不对？漂亮女儿哟，Vivi 啊 ，OK 好，跟你家有点像的，好，他们两个念好不好 ？OK 好，啊，你两个都念好 ，OK 好 ，OK 好，那你们两个站中间 ，stand in the middle please，OK、okay, 好 ，Here， 好，我要讲一下背景啊，就 Fred and Tom are in front of the Sunday movie theater， 哎，老师 ，OK，OK， 我们站 ，OK，Fred and Fred and Tom are in front of the Sunday movie theater. And this is Fred. This is Tom. This is Fred. This is Tom. Okay, they are in front of the Sunday movie theater. Okay, now, ready? As long as you can. Okay. Fred and Tom. Fred Tom. Okay? Huh? You're Tom! Oh. Okay? Alright. Let's go. Okay, how about seeing a movie?Okay, let's see next. Why? Who stars are more interesting? Well, didn't we just see his escort in Mr. Lee's class last week? Oh, is he the same one? Sorry, I didn't know that. Let's see next then. What time is he now? It's 2:55. Hurrah, this will start in 5 minutes. I want to buy some snacks and drinks first. We don't have to hurry. We can see the next show.No, my mom will be worried if I'm not home before dinner. Okay, then let's go. Okay, for the conversation, you know, 还可以 right? 这个还可以。
高中生来讲啊，对高中到大学，大学跟我一样，大概要知道描写文、记叙文跟所谓的议论文。等到你要去念大学或者是研究所的时候，你要开始有 argument， 只要论述，就是你要去跟就针对不同的观点要呈现出来 ，OK 好。那我们会做这样的阅读练习之后，它有这个能量之后，我们就一个做一个最重要的，这是秘密武器，现在今天跟你讲，叫做。Strategy 策略，其实基本上写作的策略很重要，它的唯一的一个中心语叫做 brainstorm 脑力激荡。可是脑力激荡也不能乱激荡，你们每次夫妻两个脑力激荡到最后就吵架，就一个批评一个白说啊，我来想想办法，没关系，我们现在都不要批评哦，我们不要批评，讲好讲讲就好了。结果你讲的好高兴，你老公讲说啊，那不行啊，有人懂什么啊？来 ，OK 好，所以脑力激荡是有它的方法的。OK， 那我们在学术上面有很多很多的技能，包括像现在的 semantic map、mind map、story map、outline， 我们这些都是术语，我告诉你们，以后去问你的小孩 ，OK 好。然后他们就会把那些 idea 发展出来，发展出来以后呢，要去腐存精，怎么个去腐存精法？要切中那个精，所以它能够解题。然后呢？知道把哪些 idea 放在头，哪些放在中间，哪些放在尾巴，并且用一个所谓的 transition marks 转折词把它连接起来，这就是一篇文章。最后很简单，不过就是用他会的英文把它写出来而已。这就是写作，听起来很容易，对不对？的确，他也做很容易，但是真的要写出来也不容易，也要看他有没有这个慧根，有没有这个能耐，有没有这个毅力。OK， 好。我们来看看，这个是一个写作的题目，来看一下下一张 slide。基本上现在还用到什么？比如说描写文的 my favorite teacher， 我最爱的老师；记叙文 can't forget the memory， happy birthday whatever 这些种种之类的哈。那我们的孩子平常在课堂上呢，我们比较善用的练习叫做一分钟的演讲。那我待会就请他们做一个示范，什么叫做 mind map， 什么叫做蜘蛛图。OK， 那因为是写作，所以我让他们自己去选比较好。OK， 不要太有压力，不要太坏。All right， so Tina, Emily, Vivian, and Amy, please. OK， come on, the fastest one is for you. OK， come on. Yeah. OK， which do you want to write? Hurry, hurry, hurry. Money is not everything. Money is not everything. Money is everything. OK， 好、huh?。好，大家选说怎么样保持身体健康 ？Emily 说钱不是一切。Vivian， a great birthday。OK， 好 ，All right， 李晶啊 ，my favorite teacher。OK， OK， 好，我们给他们发展一下。No English sentences，OK， 好，我再把以下的 slide 走完。OK， 好，来，接下来就是文法。OK， 好，来，文法我们到了金秋班呢，五大句型。八大词类，十二个动词时代，全部都会涉猎，然后还有特殊的句型，包括你以前知道的附加问句，或者是条件句等等。好，那么在字汇上面呢，我们会有比较长的字，三个、四个、五个音节，还有 phrases 片语。我们如果学过英文就知道，片语其实很难，英文对不对？哈 ，right show 跟 up 在一起 ，show up 完全不一样的意思 ，get 一个意思 ，off 一个意思 ，get off 在一起不一样的意思。那在金秋班的时候会去涉猎到，再来就是我们所谓的 collocation， collocation 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就是它到了这个阶段以后，单字不能只看一个字，要看 一组字，比如说 coffee 这个字，它不要再只念 coffee， 它要记得是 strong coffee， black coffee， white coffee， 它的单位有没有增长？ OK， 好，最后就是 chunk， 一样的道理，它到了金秋班以后不要只看一个字，一串字，比如说I can't believe my eyes， 它是一串字表达一个意思，一样到金秋班它才可以这样子的这样子掌握文字能力，这是我们智慧方面。OK， 好，那么接着呢，好教材这个部分跟各位做一个两分钟的介绍。OK， 他慢慢长大了哈，你看你的小孩，你要有这个心理这个建设一下下，你的小孩已经会长大了。刚刚妹子妈妈就是说，对啊，我看到买一样的衣服，妹说。可以买一样，但是不可以一起穿。喂，他们要讲的是不可以一起穿，没有讲的是什么吗？喂，是他讲的是不可以一起穿，他没有讲的是这样会丢脸。OK 哈。喂，好吗？OK，OK，OK。告诉你，孩子就是要大了，我所以教材也要大了。OK 哈 ，OK 好。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还在学不可数 ，OK， 但是要去教育我 ，OK， 好，再来。
啊，这是网页设计 ，OK？ 所以他到时候会用电脑，你不要说他在玩电动，我说用电脑，他自己用电脑，你不要阻止他用 ，OK？ 但是要看他 ，OK？ 好，看你点对，好，再来。好，你看要读这个 chart， 这个叫做 Venn diagram 交集图 ，OK？ 学的是现在是 Judas 啊，再来。嘿、hey, ，二手东西太多了，我们要做一个二手拍卖会，海报设计一下下 ，OK？ 来，再来。现在环境太重要了 ，Eco Science Contest，OK？、Okay? 环保议题太重要，我们来做一个环保的竞赛 ，OK？ 好，大家有很多的阅读，是最高兴的，也上最痛苦的，谢谢。好，哎，说话这方面的教材呢，我们是鉴定式的，那后来你会看到这一本叫做《Can You Live It》。好，那基本上呢，他们都会有瞎掰的能力，只是掰的比较有意思而已哈。会看图自己编故事，或听出外语老师跟他们说的重点，然后再自己掰故事 ，OK？ 这个部分是说话的能力，然后等等之类的。那阅读这一块呢，我要比较稍微介绍一下，从这里开始。那从这个阶段开始，我们对孩子的定义是：你不要只是学英文，你应该是用英文做这个桥梁，去探索这个世界才对。OK， 好，那所以呢，我们就做这样子的题材。这每一篇呢，它有不同的类型，像它都是知识，比如说湖泊跟池塘的分别，你们知道吗？略带一些。你们只知道 Gucci 跟 LV 的分别，对不对？OK， 好，再过来，你知道我们人这个 muscle 最 strongest muscle 是哪一块？马上沙漠之中有哪些？不要只关心 Giordano， OK？ 好，再来。好，你知不知道 Earth Day 每个国家不一样？有世界地球日，对不对？ OK， 好，再来。没了。好，他们要背诵，所以会有一点，只要一背啊，接下来就说，我有点不想上。他们自己看着办 ，OK 哈，因为他们要背的 ，OK 哈。背才有累积那个能量嘛，来好，再来进阶呢，哎，四格漫画有没有？蛮厉害的哈，你小时候没有这样读过，对不对？小时候如果有一门课能这样的话，我告诉你，今天不会站在这里。那就走。OK， 好，谢谢。来，哎，这个是一个这个叫做信用卡这个 receipt， 对不对哈？你看不懂对不对？给他看，好不好 ？OK， 好。哎 ，OK， 好，再来 pie chart， 你有看过吗？他会看哦 ，OK。如果你股票有什么哈，叫他做一下，他会报告给你。哎，食谱 ，OK。我们装这个食谱的时候，叫他做个 sandwich 给你吃，好不好 ？OK， 有意思哈。最后 ，OK， 写作，我写作好，写作也不是那么死板板。你看他们写作很多可爱呀，都卡哇伊呀。还有，你看吃最重要了。我们现在我们班正在做这个 ，OK， 没错，他们班做过，好好好笑，超爆笑的。但是步骤要记得，怎么样的剂量，然后你变成什么步骤什么，再来。好，这是一个读书心得报告，很重要的 mind map， OK， 到这里就真的蛮重要的。好，再来。好，这也是就是他们现在在做的东西 ，OK， 蛮重要的。好，我们最后一分钟时间点一个就好了。看有没有他就发展出来。今天想要训导出战力，不是？好 ，OK， 好，有 ，OK， 我看啊，亏娜妈妈。请你点一位小朋友，也不小了，点一位同学。最后那个吧。最后，Emily， Emily， 这边对，这边对。Emily， 他说 Money is not everything， 我不想听。还有吧。OK，Emily。OK， 他这个很难哦，他要说服我们说钱不重要，钱不能买到一切。看看这位上面什么的。People think that money is everything, but in fact it's not.
many people think that if they are rich or they have a lot of money, they can buy everything they want. But money can buy a lot of things. For example, you can't buy a friendship and a true heart and a friend who stay with you with a true heart. Maybe a friend besides you is just want to make friends with the money, not just with you. Money can't buy a wonderful family either. Maybe your family will have an argument with you, have an argument about the money with you. Money can buy the things you want, but it can't buy everything. Okay, very nice, very nice.钱也许可以去买一些事情，但他不能够买到所有的事情，所以钱不是一切，还不错哎，好。OK， 好，我们的精修班到这里呢，就告一段落啦。我们马上进行插入，谢谢各位同学。Thank you very much. OK.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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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Bye.
2 of Reader Theater, right? Yeah. Okay, so are you ready? Let's line up. Yes, yes. Okay. Okay. Go. Yep, yep, go ahead. Go ahead. Yeah. Now they're all nervous. Okay. There we go. That's good. Okay, so once again, everybody is the narrator. Okay. David is Dad. Mom, Phoebe. Hi. Okay. Jack is Lisa and Louis. Hi. Okay. Ernest, Richard, and Yvonne. Hi. And friends, Jay and Quina. Hi. And Fritz, Max and Joanna. Hi. And Richard is Jim. The Robinson family found out to rent out something that can see the show or the have job to be okay, let's begin. Okay. Bomb. The Robinson family. You believe that having bomb, the world has bound together. Yeah.
Grande's. Joanna is going to give us the story of the play first, and then we'll see. Okay? So, Joanna, you ready? Yes. 好，接下来呢，我们不同的呈现了。刚刚是用声音，对不对？现在要 act 啊，真正也要用肢体动作表现出来了。我们有三个戏剧的演出，那这些戏剧也是从我们平常上课的那个读本出来的。OK。首先，第一个故事叫做《The Jar of Sweets》，有个小男生，他手上的太太先抓了一把糖，结果如何呢？我们先听听 Joanna 为我们做的故事讲演。Welcome Joanna。The Jar of Sweets. A mother wanted her son to go to a sweet and take some sweets. The boy ran into a kitchen and.Along the street, he put his hand into a jar. Suddenly, he began to cry. He could not take his hand out of the jar because the net was too small. The boy's mother said, "You are a foolish boy. Your hand is full of sweet. Drop some later and it can come out." The story tells everyone, "Don't be greedy."Yvonne is the boy's mother, okay? Frida is her son. And Joanne is our narrator for the story. Okay, 接下来他们要演出这出戏嘛，导演是我们的 Joanna, 好来，好，妈妈是我们的 Yvonne. Hi. Yes, okay. 好，我们的儿族。儿族。这个小儿族是我们的 Queen, 好来，欢迎他们的演出。One day a woman said to her son, "There are some sweets in the kitchen. They are in the jar. You can go and take some." The boy ran into the kitchen and found the jar of sweets. He put his hand into a jar and took a lot of sweets. He began to cry. "I cannot get my hand out of the jar because the net of the jar is too small. One can I help me?" Watch TV, play computer game, and cook. I sometimes
play computer games with her. My mother is wonderful mother. She always cook for me. She always clean the house. I love her very much. You pick up the purse, not the eye. The story tells everyone. Always help your friend.
owns the purse. Okay. 好，接下来的戏剧演出我们导演 Max， 嗨，大导，我看一下，大导 ，OK， 两个朋友 ，Hi and Louis，OK，、okay. 第三个人 ，Hi，OK，、okay. 是 ready action， the two friends went for a walk， on the walk they saw a purse， the purse， there was a lot of money， money， one of the men picked it up， I have purse full of money。He said and put it in his pocket. Don't say I, say we. It is our purse, not yours. No, I saw his face. It is my purse. Then the man ran out to left. I saw you. This is my purse. You are asleep. I am going to get a policeman. Policeman. We had a barbecue party with their
with his friends. My father makes a fight. My mother washes vegetables. Then they cook food for us. There was a lot of beef, fish, corn, and green pepper. I ate a lot because food is yummy. After the barbecue, my parents played card with their friends. I played game with my sister. We were very happy. It was a wonderful holiday. Pork and the yummy crab. I ate a lot of food.